不是烟花来的，这些光是由300多架航拍机发出来的。不过要搞这么大台 show， 就当然不是人手揸的啦，事前要用 program 排好，想看的话来紧11月20号去迪士尼就有的啦，不过是美国佛罗里达州那个咯。The Inspire 2 builds on this foundation, empowering filmmakers to be more creative than ever. 除了 Phantom 4 Pro， DJI 日前仲发表埋 Inspire 2， 主打系俾人拍戏用噶。最劲嗰样嘢系拍到 5.2K， 仲特登加入咗前置 FPV 镜头，等人可以集中望住个画面。为咗凸显部嘢有几劲咧 ，DJI 仲揾埋导演用 Inspire 2 拍套微电影添。想睇，click入篇文啦。I don't give a f**k nigga. I don't give a f**k nigga.爆晒粗咁激动，事关呢个 YouTuber 拎到疑似系任天堂未卖家嘅 Switch， 仲示范埋点样拆个手仔。其实部嘢资料啊真系好少嘅啫，官方只系出咗条介绍短片，仲话下年1月中先会进一步交代。所以有人质疑 YouTuber 部机系 3D 打印出嚟嘅。换生活，落科技 ，Anwar-K。